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我们在上期的视频当中呢，是跟大家带来了这两个来自于我们这个 Thinking Party 美国的这个Crazy Iron， 疯狂的艾伦两款非常帅气、颜色非常漂亮的一个智能粘土。它就是有个非常神奇的名字，是叫做 Pantone。如果有 Pantone 的这个标志的话呢，就代表了它这个智能粘土里面是会随着紫外线灯和紫外线的照射进行一个颜色上的变化。我们可以来试一下，把它都放在我们这个外面，就是放在这个阳光下进行一个照射，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右边的这个粘土迅速的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那个蓝色，有点像我们大海的蓝色。然后我们左边的这个大红色的话呢，是由朱红色变成这种深深的大红色，其实也是挺不错的。我们再看一下它会不会变得更加的颜色深一些。哦，可以看到它在这个后面的话呢，还是算比较的白的。刚刚拿出来的时候颜色还非常的白，然后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呢，就会迅速的变成了蓝色。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棒的，怎么说呢，去测试我们这个室外的紫外线的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小帮手。然后这块呢，是在下面是这种非常颜色非常深的这种黄色。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样的两个小的对比实验呢？如果喜欢的话呢，不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或者是可以直接在视频下方订阅我们频道。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喽，希望能够玩得开心，看得愉快。不忘了给我们点赞、订阅和留言，下期再见啦，拜拜。